命真，我自己体会到的决定性。如果道不真啊，我们没有今天的道场；理不真，也没有这么多人相信啊。那么天命不真，也没有这么多的契机以及各方面的显化。所以因为有这种真真真，那么就可以啊，我们道场有个今天，以真换真呢、啊。既然命真，我自己体会到的决定性。如果道不真啊，我们没有今天的道场；理不真，也没有这么多人相信啊。那么天命不真，也没有这么多的契机以及各方面的显化。所以因为有这种真真真，那么就可以啊，我们道场有个今天，以真换真呢、啊。既然命真，我自己体会到。